那只第一集，我刚才又讲了什么？我刚才又讲了什么？我肯定是被盗账号了。可所有历史系的我听到奥这段话，头很痛。对不起，我们请那个历史系专业的朋友来帮我们聊天室更正一下资讯，好不好？我刚才那段实在是太失控了，好不好？请那个相关的朋友帮我更新一下资讯。好，欸，其实有转出火珠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刚才是火珠量不够，对不对？感谢 Timmy 的港币十块斗内，更新万岁！失恋无罪，更新万岁！完全无关的两句话，为什么要扯在一起？这个就是为了凑那个押韵啊！对，很多事情没有为什么，啊，就是它就是发生了。好，哎，死了，好险！那个火转的很烂哎，哦，又是你！欸，他帮我转火锥，好好，人超好，怎么那么好啦？老板娘不要再送了，真的人很好。就是你冲去菜市场的时候就会这样，老板娘就是啊，因为多塞一个葱给你，然后就很善良这样子。好，哎，欸，这里可以消两组火珠，就没毛病，对不对？哎，欸，有吗？有天降火珠，再天降一组，功德圆满啊！哇，好猛哦，单张2000万，做球的威力不一样。第四关。啊，对，五是燃烧，对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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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在坑什么？可恶！我现在那个，我现在七秒转就转习惯了，转五秒觉得你是不是偷我的秒数啊？被偷走的秒数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我在打奥丁的潜能，不会，可以，至少你还有来，就是谢谢你。哎，等一下这里的话怎么办呢？也没办法，这种就好像一种很糟的感觉，就是在等死的感觉。我要死了吗？闭上眼睛，当作没这事发生。大家闭上眼睛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没事哎，欸。哇哦，我果然是最厉害的。为什么后面是接这句啊？啊，没事哎，欸。哇！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很猛的。这什么？不能消暗珠吗？可以消暗珠哈。好猛哦！我好猛哦！我真的太猛了，竟然没事。正常转速时间不是七秒吗？什么时候有这个？什么时候是七秒了？才没有七秒这种事嘞。右上方的奥丁怎么拿？右上方的奥丁，哦，那个奥丁就是打三次吧？我记得打三次的关卡就可以直接拿到了。这是什么？有燃烧位置，但是我们完全没差。不能首批消除火珠，我们先打一次看看好了。敌人好像有点机车，我们不要，我们先用铁拳。哎，欸，为什么不能用铁拳？因为我觉得敌人无视控制。好，一直自言自语，这样好吗？好，我想看到怎么转啊？啊，叠珠，我真的好像要看医生了。哎，欸，吓到火珠了。啊，我想开个龙科啊。开龙科吗？想一下哦。好，开个龙科好了。哎，欸，不是，我炸个板好了，啊。哎呦，更多火珠。然后五是燃烧，所以没差。好，那应该没大碍，没大碍，开个龙科应该可以过。死康波！等一下，我们刚才说要吃一颗石头，该不会就在这边吃了吧？不要！我想零食，拜托。给个机会！我们要一路狂飙到王冠啊！拜托，给个机会之歌。啊，我要唱歌吗？还不错听。你们为什么这个错觉，说我唱歌不错听啊？刚刚我唱那首歌不错，是不是？你说我刚才唱什么忘记了？你觉得我唱歌不错听哦？谢谢你。果然是有眼光的人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果然只有我的观众知道我在唱什么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如果观众够多支持我的话，明年就在小巨蛋开演唱会。没有乱讲的，小巨蛋还是给专业的那个歌手去开啊。我就在家里自己哼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？小小的哼歌。
好，又是在干话了。然后今天是不是比较强？对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比较强吗？因为我今天有牛奶可以喝。对，哎，不能控制啦，很难控制哎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被桌球到，应该可以轻松的通关。好，哎，敌人很难控制哎。哎，你看一下就打一半以上了，哇，太扯了吧！哎，这对两卡真的可以临时哎，好扯哦，真不愧是做球的关卡哎，有真低扯，真低扯。你刚才在唱《给个机会》哦，我记起来了，我年底要出一个 EP 啦，单曲 EP《给个机会》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之歌，年底不确定发行。那只真低强真的是不是该趁最后的时候把一趴大奖抽回家了呢？别人笑那只没有一趴，我笑他人看不穿，大家抽起来。那只真低强好不好？你看到这招知道多强了，两卡就可以过，多扯。